每次动作做完，一定要站成。一分钟。然后上礼拜的呢是右肩膀跟右手出去，这就是一个 jab。这个礼拜呢要加一个动作是一个 cross， 所以右手跟右肩膀拉回来的时候呢，左手左肩膀出去，所以你的肩膀跟腰都要转。OK， 慢动作，右拳出去，用力拉回来，左边出去。OK， 记得我们的手肘就是往下就收回来了。OK， 就是往外，所以打出去要有力量，回来的时候是砰也有力量。OK， 记得要配合。好不好？我们来试一次 ，jab cross， jab cross， jab cross， 侧踢，再踢 ，yes。那我们要右脚踢的话，我们的左脚先往前踩，往外踩，吸一口气，把右膝盖起来，吐气往外推踢，吸一口气再回来，再放，再一次，吸一口气踢，往外推，回来放上，吐气回来放。吐气，回来。这个动作就是平常我们在打拳击的时候，我们要躲，要散开来的。Slip， 英文叫 slip。人家出拳的时候，你要躲那个拳，但是动作不要太大，小小的左右的一个动作。那尽量我们的下半身没有在动，就是我们的上半身。下半身是肩膀的宽度，两个脚肩膀的宽度，然后右左边右边的腹肌。记得要配合你的呼吸。每次动作做完，一定要跳绳。一分钟。One two three, one two, one two, change. One two, one two, one two, one two. 每次动作做完，一定要跳绳。一分钟。七回，七回，好，换边。七回，七回，每次动作做完，一